走到哪选总统呼声就跟到哪，身为蓝营最强棒，福隆王也看好韩国瑜。我还是认为说，国民党你有了倚天剑韩国瑜，你就拔出来，你不要2020选输了再来怪兵器不好。左批柯文哲，右拱韩国瑜，蓝绿白2020对决。但若国民党真拔出了倚天剑，那要挥向的是，就是说如果明年的选举，世坚代表民进党，韩国瑜代表国民党，柯文哲代表白色力量，三个人来拼的话，哈。我觉得这个是精彩可惜，男子汉的对决。现在开玩笑讲讲可以，哦，你明天开始就不要讲了，要不然我明天就被推出午门斩首。拜托，眼睛睁大大，连声喊卡，王世坚吓到倒退路，强烈助攻韩流，在铁口直言，真王者一定出征2020。韩国瑜就像神嘛，神爱世人嘛，我希望一个光明磊落的男子汉。那个韩国瑜，你出来，你跟我们民进党对战，论个清楚。这个社会不要再那些 gay 掰的真男人拼正面对决，北市最强柯黑也称韩粉认证的挺韩大将。记者陈吉安、崇越台北采访报道。